什么意思？把它拉下来吗？拉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什么？2-9。哦哦哦哦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《直到熄灯之前》，听起来是一款神级奋作，感觉又是那种关电灯的游戏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介绍。历史，这个不是英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西班牙文还是葡萄牙语啊 ？Nesterludo， 嗯，我们把它复制下来，然后直接翻译好不好？有了有了，各位，圣诞节的前夕啊，你在工作，大家都离开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，所以我是被家庭抛弃的那个边缘人，好可怜哦。你突然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，你的主要目标是在回家之前完成你的工作。然而啊，有些不对劲。什么事情不对劲呢？肯定是尿尿完没有冲马桶，好不好？太可怕了！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你们有看到画面上吗？走廊的深处好像有一个妹子在偷看我，哎，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太可爱了？不要乱讲话。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直到熄灯之前啊。啊，这个是没有英文是不是？完蛋啦，我又看不懂葡萄牙文。还是这里有人看得懂的，可以帮我翻译一下。他这里就是一开始讲的嘛，我们在深夜工作，加班到很晚，然后那个视窗明就在聊天，这边偷偷跟男朋友聊天，假装在工作，然后就直接开始嘞。他的动画就只有小小的一段，啊，画面怎么那么卡？你们看这个画面有卡卡的吗？好像没有哈。OK， 那看起来是我自己在卡，没事。这电脑上面好像有个密码，有电话。等一下哦，这个电脑可以点。喂，莫西莫西。妈妈，妈妈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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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BB， 我还以为里面的剧情至少会有英文呢，结果连个英文都没有，怎么办？完全看不懂啊！这边如果有看懂西班牙文的，不是葡萄牙语的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好不好？帮我翻译一下，拜托你们了。好了，我们刚那通电话听声音的话，应该是我的女儿吧，对不对？她可能打电话叫我来起床尿尿之类的，这个女儿真贴心。然后呢，我要去哪里？等一下哦，我们在这里的场景是不是一开始女鬼站的地方啊？所以这里等一下会出现女鬼哦。OK， 我很期待啊。这里是另外一间工作间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我们来稍微调查一下，有东西吗？没有是不是？没有的话我要走了哦。走到现在什么东西都不能点。然后我们左上角那个应该是目标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完全看不懂啊，好像是咖啡吗？它有一个单字长得很像英文的咖啡啊，那看起来我们要泡咖啡。泡咖啡应该是茶水间，这间公司茶水间在哪里？开门？不对啊，这里是电脑教室哎。啊，你的茶水间呢？这里哦，在后面，在后面我看到了，肯定是这里吧，对不对？开门。哎，我要怎么去到那边啊？我要怎么到这间的后面？这里吗？好像是哦。啊，这边是什么？这是厕所吗？这厕所也太黑了吧！这感觉在里面打手枪，没人会发现呢。我说真的，开门。哎 ，open， 打不开。这间可以开。对啦，这厕所啊，看到马桶了，还有看到我昨天拉过的屎。这里也过不去，这里都不能过去。我们来买罐咖啡。哎，买一下啊，买一罐伯朗咖啡，不行吗？我不是要买咖啡哦。我要自己泡，这里有密码哎 ，code 4545问号问号，我们这边要找到两位数字的密码45问号问号。等一下，我要去哪里找密码？我现在到底要泡咖啡哦？这边这边，我看到了，肯定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有人吗？啊 ，nada como um bom copo de café。哦 ，madu bad bom café café。OK， 我们现在拿到咖啡了。拿到咖啡之后可以回去工作了，对不对？开门，打不开，死定了。我们还要找到两位数字，哪里有数字？我们沿途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，有没有数字可以调查。我们好像要去上传什么东西吗？所以现在应该是要回到我的电脑桌那边。哎，老板，我还认真加班啊，来继续加班。哎，加班一下，加一下啊，不能加班是不是？为什么 ？Why？有一个奇怪的图案欸，但是好像没有任何屁用，那个不能点，这里不能点。欸，手电筒吗？我可以捡手电筒吗？完了完了，照标题来说的话，等一下应该会停电，然后我们要回来拿手电筒，对不对？我都已经想明白了，这游戏的套路已经被我摸得一清二楚了。
哦，我们可以继续工作了，然后就停电了。停电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去修发电机哦，不能动。下面那个是叫我们逃脱吗？长得很像逃脱的英文啊。问题是我现在看不到啊，我什么都看不到哎、欸。手电筒，捡，捡，为什么不能捡手电筒呢？照理来说应该要可以捡手电筒才对啊。哦，捡到了，终于捡到手电筒了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哪里？任务目标又不见了，怎么感觉那个鬼要出来吓我啦？不要这样子啦，妹妹，哎、欸，好像有开门声哎、欸，还是我听错？应该是我听错哦，怎么办？我感觉我要尖叫了，各位，我是真的快叫出来喽！你别吓我哦，等下观众耳朵爆掉，你哎、欸，你的错哦，不关我的事哦。有东西吗？后面闪了一下，但是没有东西，那我就放心了，继续往前冲啊！肯定是这一间啊，在干嘛？美女，哎、欸，刚才电灯怎么闪了一下？想吓唬我、啊？哎、欸，这边打开嘞，难不成有密码？是吗？有密码吗？没有啊。然后为什么画面一直在闪啊？什么意思？他在暗示我什么东西吗？暗示我快死掉了？我感觉我们应该是要找到密码，然后去那个密码门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这个密码在哪里啊？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好不好？我感觉这个画面的恐怖游戏应该会跳到脸上哦，是真的会跳到脸上那一种。所以我等一下应该会叫得非常非常惨。等一下，里面有个箭头，我看到了。箭头，什么意思？把它拉下来吗？拉。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什么？2-9。哇、哦哦哦！你老妈嘞！哦，不要这样，我这样心脏承受不了啊。等一下，突然一个中风暴毙就死在电脑前了，不要乱讲话。29。所以我们刚密码是4529吗？前面的两个字是45吗？我去看一下，茶水间在后面嘛，对不对？厕所不会有人吧？完了，我已经知道这款游戏是一个什么意思？谁在讲话？先躲厕所，先躲厕所。冷静，各位冷静。Police forever， 没事，看起来只是用音效想吓我啊。前面茶水间这个门怎么是开的啊？好像是我自己开的齁，没事，我来了，我们直接冲啊！反正遇到可怕的事情，我们就直接冲到底，好不好？想吓我就来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什么声音？哎、欸，靠腰，我电脑怎么当掉了？哎、欸，我游戏怎么当掉啦？在哭是不是啊？就是这一间，各位。这一次我们要看清楚哦，一定要仔细的看这个鬼脸哦，不然我们的封面没东西放啊。来吧，好像没有拍得很清楚哎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们赶紧去那个茶水间，4529嘛，对不对？他密码不会有换吧？里面有东西在亮，谁在哭啊？不要吵好不好？你再给我哭一次，我要扁你喽！哎、欸，又被卡住了，完了，我被卡住了。没事，我们去打那个密码4529，就是这边。四，有了，叮叮叮叮，打开了吗？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哎、欸，不对耶，我感觉我把这个电源打开之后啊，鬼要出现了。开，哎、欸欸欸，不要不要不要，监视器画面。Maggie， 伊奈索 Maggie， 中间的监视器画面坏掉了吗？所以我现在要去把那个监视器画面修好，对不对？开门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有人吗？感觉那个很大的惊吓点要来了哦，各位准备好哦，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们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里为什么过不去？嗯？为什么这里过不去？所以代表那个转角那边有东西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这个游戏肯定是这样子玩的、啊。我们现在只要去另外一边就好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就是这里。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封面上看到的女鬼啊。哎、欸、，baby， 你好吗？
怎么看不清楚啊？我想看清楚他的脸，但是为什么看不清楚啊？哎，你好，小姐，怎么过不去？把门关起来，关。哎，西纳豹，他这里过不去哎。我本来想说我应该是要过去给他吓的，但是不是，他把我们锁起来了，怎么办？然后他离开了，所以他是强迫我们工作吗？那我们继续工作咯，上传 85% 了。那我现在要干嘛？啊！开门。他在外面看我。哎，你好，小姐。我要开门出去咯。打不开欸，那怎么办？他就这样一直盯着我看，然后完全没办法。还是 85%。没有任何改变啊！我们盯着他看，相看两不厌，好不好？不会在我后面吧？没有，他没有在我后面。门打开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该走了吗？已经完成工作了嘛，对不对？赶紧离开！我们现在应该是要逃跑。哎，干嘛？为什么电灯被关掉了？不要！不要闹！不要闹！我们要去哪里？哦，没事，哎，没事，他只是想吓吓我而已，没事。我个人觉得这游戏最可惜的地方就是他的鬼啊，太不清楚了，真的就是一团黑影，然后两个眼睛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可以做个非常非常恐怖的造型，然后最后关灯那边追在我的后面，那应该会好很多啦。他的恐怖气氛有稍微做出来，但就是少那个惊吓点，有点可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《白色的门》，肯定是布满了精液，不是。《白色的门》是一款由独立开发商开发和发行的生存恐怖益智视频游戏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角探索森林中一座废弃的房子，希望最好的东西被困在里面，里面充满了恐怖。你有生存的条件吗？供他小。我们光是看这个预览图片啊，就可以知道是一款非常非常简陋的游戏，好不好？连游戏的封面看起来都很单调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直接开始。这里是一栋小木屋，我在一栋小木屋里面干什么？哎，那是我脚步声吗？哦，没事，我还以为有人在我旁边走来走去，不要吓我好不好？你们看这个椅子，非常非常高级，有没有？这椅子可以剪吗？它有一个白色的边框，好像可以拿一样，哎，怎么拿不起来？啊，算了，看起来是不行的。打开，你好，为什么我家地下室？感觉比主房子还要高级啊！我是住在地下室，是不是？这个地下室好高级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下室有什么东西啊 ？Hello， 没人吗？所以这是一个走迷宫吗？我们现在要走迷宫，找到这个逃出去的路，对不对？肯定是这样子啊。我们跟着有灯光的地方走好了，不要乱走，等一下走一走迷路惨了。我有一种预感，就是这个游戏啊，可能只有两分钟左右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一直往前跑，然后可能一个跳出一个惊吓点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感觉应该是这种类型的。2000年以后，我们这个迷路大师看起来是要永远迷失在这个地下室啦，怎么办？我们究竟能不能活着逃出去呢？感觉是不行。不管怎么走，我都会回到一开始的地方。哎，还是其实我根本就不应该下来啊，对不对？这边吗？这里还没走过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有哎，哎，你好，你哪位啊，先生？小姐，他的脸怎么烂掉了？他的子宫那边是破掉的吗？叮叮叮噔，这个音效好像在某一种粪 game 里面也听过，对不对？那个音效太阳春了啊，没事，我们往更深层的地下走去啊。白色的门，结束了。2022年最恐怖的史诗级大作啊，就是这一部了，好不好？白色的门，各位，白色的门，好玩。推荐给各位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两款小份 game 啊，就玩到这边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。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